觉得空间的这种可能性，比以前活跃多了。这就是中国现在已经变成非常日常化，空间是作为一个混浊状态，那么地上和地下也是在一种混浊状态。我要大雨盖住你发言，我要你也要陪我睡觉。空间也几次做展览都是被禁止，然后我们的作品也不允许展出，然后甚至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们这门口还被派过两个保安来给我们看门，看着不让人进来看我们作品。我们是因为当时中国的俱乐部很有限，北京有，然后外地也不多。就是来北京以后，然后我觉得这里有很多做摇滚乐做得特别好的。其实也不是说好像乐队更有名了或者怎么样，地上地下不是。地下的是一个态度。地下和地上往往是别人来看我们的时候做出的这种界定。所以可能外边大马路上也放我们歌，但是我们还是地下。如果你不想看我们的时候，你也看不见我们。但是喜欢找这感觉的会跟着我们，我们出现他们会来。